大家夸你音色挺好的。我的音色、嗯、不是在车上偷偷的唱过好几句、还真的吗？弹幕说弹幕说的要开始唱了吗？赶快清清嗓，展现一下我的音色。你喜欢唱什么啊？告白气球。告白气球怎么唱来着？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想写的诺言。还有什么可爱女人，漂亮的让我面红的可爱女人，让我心疼的可爱女人，就算放开但能不能别没收我的爱，当作我最后才明白。开着车唱歌真好，旅途都变短了。唱了三个歌的是吧？听起来两个人声音还算合哈。嗯，还行。哎呀，有爱情没有爱情就是不一样，这不就感觉嘛。嗯，看对了眼儿，怎么都是对的。对呀、啊、就是跑着调就好听。哎，陶喆你有什么慢歌？你慢歌我想稍微轻快一点。爱我还是他，爱你爱你，哎呀你你看、哎、呀你爱我还是他，你啊怎么了？你什么你爱我还是他？你他故意的，盛况肯定听出来了。听什么土味情话？土味情话都被你破坏了。哇哇，金沙换了个人，换人了。哎呦喂，我今天体重变重了，因为我的心上站了你。真的是土味情话，跟第一阶段也不一样哈。放松了，放松了，金沙换人了，我的天。